这个评价系统是骗不了人的、啊。我认真一点玩就 S 了，你知道吗？哈哈哈，还要 GTA 版，哈哈哈哈，可能是因为我杀人杀得很好，是吧 ？CQC 用了很多次啊。我们救出来的工程师实在太配合了。RD 小组说很高兴有他在。仿生学，他的专长是仿生学，基于生物的工程学。修改了你的假肢请求。所以我们就有那个了嘛，可以研发机甲武装了。生化学家 B 等的生化学家，我看一下可以研发什么。今天开始可以抖内啊，请多多抖内。When you're not on a mission, use that free time wisely. Surveying enemy outposts, for example, or gathering. 先躲在旁边好，不然待会又有卡车经过。先躲在这里，待会再叫直升机。看一下我的那个可不可以研发。前往奖励菜单，日常哦，十万耶，好多哦，送哦。人员管理自动，让它自动排序好。The staff assigned.数据库，开发。我看我的那个手，麻醉枪可不可以研发？都可以研发了，现在。那什么 C4。Fox 沙漠，麻醉手枪。哦，这是 WU。靠北研发团队，我要升我的研发团队，对不对？这样子我还要拉我的人员出来。我要怎么把他拉去研发、啊？这个。Select unit.研发基地研发部门，研发。Staff assigned。我全部都把它丢去。Select unit. Staff assigned. Select staff assigned. Select staff assigned. 我把一些烂的丢去研发。Select staff assigned. Select unit staff assigned. 到底可不可以把它丢去？Select unit staff assigned.到底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才能那个 ？Select unit。我觉得麻醉枪蛮好用的啊，等候室。Staff assigned。我不太会用这个直接契约更换任务，切换现实。B 代表越来越是越强。Select unit. Staff assigned. Select unit. Staff assigned. 啊，我知道了，是我要把其他的调过来啦。懂了，懂了，懂了。我把其他的调过来。米勒不能动嘛，那我把其他的把它改过去。Select unit.Staff assigned. Select unit staff. 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 ？Select unit staff assigned. 好，这样就七等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研发麻醉枪。Please specify a project. 这是什么？麻醉手枪。
好，这样他就要空投那个给我了，我们就拿到麻醉手枪了。然后我看还有什么可以研发。没有，我们用的是 PC 吧，只是我用 Xbox 手法。Please supply drop complete。剩下。空投在哪里啊？空投靠边，我要离开，对不对？会被砸到，对不对？听说会被砸到。我来了来了，哎，我是掉下去啊！好，拿到麻醉手枪了。到底这样有没有变强啊？好，这样应该就 OK。我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多一点的弹药的枪。我现在的枪一次弹夹才，我研发弹夹会不会好一点？我研发弹夹应该会好一点。我看可不可以研发弹夹。Specify a project. 伤害自动瞄准矫正。狙击枪哎，可是狙击枪会把敌人都吸引过来，好像也还好。这个挨住了。智能眼镜。研发等级是够的，情报小队等级不够，所以这边等级都还是不够。我看有没有带狙击步枪。可以买狙击步枪，试试看狙击步枪。靠，哪来的沙尘暴啊？他有没有弹夹可以研发？有没有？哇，还有流，还有火箭筒哎、欸！这个游戏竟然有火箭筒，还有盾牌。哦，有有有。有二等，想抓捕，感觉我要再多打。我、哦、靠！搞笑，我被枪子砸的，吓死我！好啦，我们直接叫，我们直接接下一个任务喽。下一个主线会不会很难呢、啊、？Please select a mission.也在找这个武器，看有没有支线。支线取得冲锋枪蓝图，回收高技能士兵。感觉高技能士兵是比较好啊，那试试看好了。Marker placed, marker removed. 那我们就要骑马过去喽。特效应该全开吧，这游戏不太吃效能了。回收高级士兵，好了，我们骑马过去了。这马儿呢？啊、靠，马儿在上面。我是没有调啊，预设应该会全开吧？不然给你们看一下。画面设定，这个是最高吗？对啊，应该都是高了。阴影，哦，这個、可以调高，不然都调高了。
动态模糊，这包会怎么用？确认。我确定这个游戏不太吃效了，就是跟什么巫师三比的话，我不能直接走过去吗？可以。我待会经过这营地还会有东西啊，往西点走。Hello， 克雷安安。我现在的画质就是1080，但是没有用啦，没有用，因为。上传不够啊，上传不够，你们也看不到真实的画质。700公尺，这边人好像没有被我杀光，对不对？就是刚刚我们这个任务的地方，看有没有人。算了，不要太挑衅。感谢子龙等的干爹，感谢续订。这边应该都没人了。我靠！我哪来的？逼我呢？他会复活？怎么突然有？靠腰，听到枪声啊！完了完了，一开始就是警戒状态啊，动不动就警戒状态。好，我要用走的了。好，待会 FB 再看一下。先把这个点修掉。Marker placed. Marker removed.Marker removed。 去前面找一下士兵。Marker placed。 晚上他们的视野应该是比较差的。有点远的，有点后悔，应该叫马二过来。哦，是。慢慢爬过去，我看到人了，看到人了。这个小据点应该可以用潜行解决掉吧。只有两个吗？我刚看好像还有第三个。过12点，他这是开放性的。我看到，看到，看到。怎么有人睡着了？我什么都没事，他就睡着了，超混呢、欸！好，他要上去也太好了。然后换麻醉枪，爆头。中40公尺竟然没有中，靠，他爬上去了，靠背，他爬上去了，完蛋了，不要叫，不要叫，不要叫，拜托不要叫，怎么是40公尺打不到？他穿防弹衣哦，
要叫他啦，靠，狂叫他，完蛋了。不想要开无双啊！他自己也睡着啊！太好了，应该是穿防弹衣的关系。好，那是不是都被我弄掉了？好，都弄掉了，我要放气球了啊！拜拜。然后我看能不能严刑拷打其中一个。Subject on board. Leave the rest to us. 直接跳下去。我应该可以空投那个吧？我待会交空投弹药过来，不然那弹药不够。拷问他一下。He's coming too. Roger that. Where are your friends? 什么都不知道，谁相信？快说。Speak. 有一箱加工过的材料。The map has been updated. Where are your friends? 哦，他还跟我讲材料。哦，不错。会收起，哎，这个只有零趴哦，那我把他杀死。啊，不行，听说杀死会降评价，那我把他制服。你必说要制服，然后这样他就躲过去。好，那我们把材料拿一拿。哎，刚桌上我是有材料，这。我要空投那个麻醉。空投补给弹药。Please select a drop point. Supplies requested. 我们等弹药过来，然后再往前走。他不是零趴吗？刚刚那不是零趴吗 ？Hello，Hello， 晚安。哦，是因为有零趴，是因为这样啊？哦，零趴是因为有屋顶，我以为是他很忠诚呢。我们开场很缺人，所以看到什么都绑好。Subject on board. Leave the rest to us. 弹药来啦！奇怪，他突然从空中出现。这个不能拿，是不是？嗯，这不能拿，是不是？已经满了吗？好吧，应该是已经满了。好了，我们继续往前喽。各种。《本草纲目》各种采药。到达指定区上面。有女大兵吗？应该没有女大兵吧？看这个地图是怎么样？靠北啊！靠北，我要冲过去，我要冲过去。
够了你们，有种，有种，我们正面打拳击，要直接被发现。我的心。根本不知道那边有人啊，他们趴着啊还是怎么样啊，这边有个营地，但好像没有全区警戒，是不是？还是有，我们抓一个人过来问一下。种族歧视的帮我编一下，外国屁孩是越来越多。刚刚狙击手还躲在这里，要回收就是那个。我直接把他摸上去就好了，他已经躲在这里啊！看到了，可是我杀死就不能回收，对不对？可是任务没有失败，搞啥看我？我们冲过去把他击晕哦！这样就回收啦！哎呀，什么难的？轻轻松松啊！哎，有狙击枪哎，要把它捡。好像没有事。好了，任务完成。接下来还有什么支线呢？取得冲锋枪，冲锋枪很强吗？试试看，应该不差吧。他在哪里？哦，在这里。我先把这些点都取消掉。哇，有点远呢，我坐飞机过去好了。我部署直升机。Please select a landing zone. 靠，也太远了吧？好吧 ，landing 在这里。Support helicopter requested. 然后我们骑马过去。马儿快来！哇，瞬间出现！光是那个就一公里呀！哇！Hey, quit kidding around, Snake.Snake!我想说一个帅气的，你看，一个帅气的一个弧线啊，就爆啊！What the fuck？ 好啦，我们直接空降了啊、哦！我们直接接着，我们再把支线解掉哈。解支线好像比较简单。Please select a landing zone。这个是任务目标吗？这应该是任务目标。
那我们从这里好了。Deploying。有脊椎断裂的声音吗？我就 Snake， 哦，就爆了。谢谢 QW147000 的两块美金，感谢斗内，感谢斗内。前面支线可能是比较必要，试试看哦。小营地比较好，全部歼灭啊，大营地实在不行。马上就可以下去。歪螺村。哦，因为我们本频道最低斗内是两美金嘛，它那个可以设定，你可以设定成最低斗内是100美金，应该也是可以。要去拿蓝图嘛，对不对？哦哟！感谢斗内，感谢斗内。这种死法太蠢啦！太蠢啦！不会哦。哎呦，那边坦克是啊，是坦克吗？哦，是坦克呢，那不知道是不是废弃坦克。我们直接抓一个人，然后拷问他就好。没看到人，什么东西可以？可是这边我来过了，不太可能啊！我如果来过。这是那开门会闯上。这边有药草，拿一下。这是一个在敌营里面挖药草的概念。拿到火锅了，拿到火锅的加菜，对，火锅加菜。没有，找不到人，我怎么问地点？这边应该有东西，没有。我们要找虚拟。没有巡逻队啊？哪来的巡逻队啊？坏掉坦克就这里了。以后应该是可以抖内的啦，有钱赚大家都会赚的啦。反正本台不靠抖内为生啊，所以抖内对我们的影响不大、啊。但是大家抖内我还是很开心，就是。靠靠靠！本台是靠着高端技术，偶尔会上一些节目教导别人怎么玩游戏来为生的。靠车！像没中，可恶！他被停下来，他开走，都没有人，我怎么问呢、啊？哎呦呦！早上6点，时间过好快。卡车上面的人应该知道，我要想办法卡。靠！哪里在？
靠杯。Sun will rise momentarily.啊，这个就是你们阿富汗国军的程度吗？啊，哎，我不能，怎么不能背起来？啊，要这样才能背，是不是？哦吼，我来去边边拷问了，我起来拷问。好，再拷问他。剩下的在你。Where are your friends? Where are your friends? 快说。Speak. 靠，什么都不说哎。他只知道什么 ？Where are your friends? Spit it out. 三位数好像。靠，不跟我讲。好吧，那我把他那个了，放气球了。我猜是在大的建筑物里面啊。Subject on board. Leave the rest to us. 我猜是在这栋大前面这栋大栋。把它转过去。靠！不要过来啦！我靠！啊，腰无伤了！腰无伤了啦！不是说好这个村没有人的吗？绕跑绕跑绕跑！他给摔死了，应该在这栋，我猜在这栋里面。大家快走！怎么都摔死啊？换你再换弹药喽！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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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里，我操！I'm sorry, boss, but the extraction failed. 啊，回收一直失败。It just isn't skilled enough. If you want to increase the success rate of Fulton extractions in bad weather, you need to improve the support unit. 这样子真的不知道在哪里耶，我猜是在这里啦。哦，这里。对，生化材料。门是，这是多门系列。哎，钻石，超爽的，捡到钻石。好吧，不在这里。感谢哈信，感谢订阅，谢谢订阅。哈信感觉之前订阅过啊，这 ID 有点印象。在哪里呢？这边是不是人被我杀光了？没得问了，完蛋了，任务解不了了。
料。嗯，我没有拿到燃料。写真门锁匙。哦。啊，是不是？我的一个捡骨功力，那不是开玩笑。捡骨王子就是我。好了，我们要提升了啊！任务完成，我们可以有新的枪了。我们去边边研发一下，去边边研发就有新的冲锋枪。像无双开起来是比较痛快。感谢 Hito。Hit Wow OGC 就是打魔兽世界在 OGC， 打魔兽世界在 OGC， 有怪怪的、啊，魔兽世界可以让你 OGC， 我好像懂了什么，不好说、啊。冲锋枪 ，SVG 就这一把哦，哦，自动瞄准，它的那个比较不会那么飘，研发一下。空投。Please select supplies requested。好，我们来等一个新枪过来啊。麦斯训练出来的坚固。好了，我们就等空投过来啊。趴着会被空投一打、啊，试试看。Supply drop complete。请大家好心给 B Boss 一点抖内好吗？请大家好心给 B Boss 一点抖内。感谢 Jaman 三等干爹，感谢续订，感谢续订，请大家给 B Boss 一点哦，好，没事，可以，麦瑟我已经全破，麦瑟主线全破，好了，我们拿到新枪 SVG 76，怎么觉得 SVG 76之前捡过啊？那我们要去接主线咯。蜜蜂在哪儿睡？我们要找到小蜜蜂的新型武器。感谢 GB Sashiko， 感谢订阅，感谢订阅。我们广告一下，我9月25号抽两台的那个 Xbox 360，我应该这两天会收到，到时候再给他看长什么样子。哪里啊？这么远啊？任务起始点，靠，超远。好吧，我们叫直升机。Please select a landing zone. Support helicopter requested. 那我们去等直升机过来。真的是主线任务比较难，目前支线还没有到很难。目前，因为这我们才玩这个游戏第三天而已，玩的时速还没有很多。中文版正官方中文版11月27，听说 PC 不会出，不确定，我猜是会出啊，有钱赚，他不可能不出哦。这个我们用的汉化是用 Steam 在装 CDN 的，所以基本上是有风险的。大家可以，那目前为止剧情是还没看很多，所以不太清楚汉化的程度好不好。直升机要来了啊！它会被那个补给砸到，但是却不会被直升机砸到，直升机砸到会死，所以就没有那个。啊，羊我好像可以打，对不对？羊我可以打一打之后把它那个，但它还绕。本草纲目记载，多纳克本人请三思。感谢 WERT 的这一个 donate 啊，感谢 donate， 不用三思啦，直接 donate 啊。第一个订阅啊，这是我们的荣幸啊。去订阅本频道。如果是 PS 后，如果是 PS4 的汉化，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挖到 PC 上。Xbox 的话应该可以 ，Xbox 的相同性，毕竟是微软出的，它的相同性比较好，应该是比较好破解。观察。这不是五代啊！昨天 BBOSS 跟我讲，这个是 MGSV， 不是五，四代就完结。他是这样跟我讲的。好了，我们要组建。靠，又有支线哦，没有添加支线任务。
哎呦，又有支线啦、啊！回收囚犯，好多囚犯哦！解救离群后游荡至指定区域的羊。我们先再截一个主线好了，截一个主线，重要支线。Please select a mission. Mission accepted. 任务开始点，只有一个任务开始点，感觉是很大的，感觉是蛮大的一个主线诶，直接看。Deploying. 蜜蜂在哪？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叫做小蜜蜂的武器。奇怪，今天的绿幕区被去的不是很干净，不太爽。代号小蜜蜂啊，我想起来，小蜜蜂是一个重型机枪，对不对？小蜜蜂我记得是一个重型机枪，如果我没记错。如果这个设定跟美军的设定一样，目标的照片，哈米德的战士。所以如果我们找到他，他会把我们带到目标，然后我们有一张照片是线索。好。武装直升机，哇靠！竟然有武装直升机啊！敢信？我们这一路这样打过去哦。好，就这样一路打过去。都是一个短跑健将哦，这边可能会有那个、哦，可能会有卡车，我们这边不走。把武装直升机打下来，还是要躲避他？应该是要躲避他的视线。但是一旦惊动之后，就要疯狂的武装直升机应该就来打我，对不对？靠，看到头头。标了一个出来，哦，这有这边比较高，应该。这边就只有三个、哦，看起来应该是只有三个、哦。慢慢摸进去，用狙击枪，好，从上面狙击枪把它打爆。B B 说：“我白天不要用跑的。”他说：“白天用跑的很容易被发现。”这边应该就射得到了，什么意思？带钢盔的是不是？好重重。
好，爆头。好。Guard post captured。我拷问一下这一只，哦，钻石，没有钻石。Where are your friends? He's coming too. Roger that. 看到有没有什么资料？我们的专家被通报了，这里。The map has been updated. 什么意思？Speak. Where are your friends? 哦，捡钻石。不愧是一个连美国都想要打的国家，路上都可以捡到钻石。开台时间大部分都是晚上，有的时候下午会开，但是因为我有的时候要播 SPL 啊，所以呢啊不是，所以呢有的时候 SPL 如果播很久，就会相对开台时间就比较晚。山区集结。那我叫马儿过来好，这边会不会有巡逻的？哎，我们把那个营地占领之后，它会出现什么？出现灰色。用跑的感觉要跑很久哎，我还是叫马过来好。这是主线哦，这个是主线。没有听到卡车的声音，靠，这边感觉会有卡车。直接绕过，我看一下，我先在外面看一下，如果真的很多再绕过。我不敢在正中央骑马，是怕随时有卡车会出现。Soviet relay base. Think there's something in there that could lead us to the honeybee. Whoa, whoa! 我靠，那真的很多，连桥上都有人。靠背，超级多人呢。一路可以爬上来，这是一座桥。他在看哪里？靠，他在看这个方向。他进来了，也是看这个方向。85公尺。刚刚我看到桥上还有人在走，这里这里。The Soviet soldier. A lot of them came from Central Asia before, but lately they've been using more and more Russians. Simple, really. There's less hesitation to pull the trigger. 如果不是和同伴作战，扣下扳机就容易得多。Morbid cynicism, but it gets results. That's humanity for you. 这应该可以射得到，来试试看。100公尺内应该都射得到，射到了吗？
么重，大概等他一下。这没有重，靠，弹药升七发，我是不是应该叫补给啊？在想要不要叫补给？我上去叫补给好了。叫补给。空投弹药。Please select supplies requested。我们大家过来捡，我们继续前面看一下。没射到，那个没有睡着。比较靠近。Supply drop complete。91公尺。算了，我就有点简单一点。你们想说他会很晚才下来？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等他下。好了，拿到了。13发，我慢慢摸。这位置看是不是？睡着，睡着，我看他头晕了。靠！靠！狙击手发现，靠背。Stay low and crawl along the ground. That should enable you to sneak past enemies. 啊！又惊动他们了啦，好不爽。全世界人都要冲进来了，压迫性迫击炮是啥回？听起来很厉害哎，压迫性迫击炮是什么东西？不会是开直升机来打我吧？我靠！有没有听到声音？我靠！我从这边杀进去了，你在逼我！原本想好好跟你们沟通、跟你们交流，结果你们竟然这样子弄我，可恶！我从这边打你，换枪了。哎，又要继续开了。我想说，我要低调一点，不要把我这种高超的技巧发挥的太早就拿出来用，这样观众可能觉得很无聊。好吧，我用狙击枪试试看。靠，没中！我靠靠靠靠靠！他竟然可以射这么远，不公平吧？我靠！重点是刚刚居然没狙中啊！可恶，再次逼我了。我马上打完，要马上换位置啊！居然没狙中，是他弹道不稳，是不是？以准心来看，是射中了。我要换武器，我要直接冲进去。
开玩笑，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逼我，我还不小跑步直接从正面冲过去。我先回个血，等我一下，我先回个血，这样画面比较好看。先回个血，并不是因为我害怕。OK， 回个血，回个血，回好慢。啊，看不见敌人。Это КП, понял. Проверьте, но осторожно. Конец связи. КП, Дмитрий 4. Противник ушел из виду. Собираемся обыскать местность. Прием. Это КП, понял. Не позволяйте им застать вас в осколок. Будьте на чеку. Конец связи. Кау, бей когда?在朝我刚刚的位置打吧，看到他去哪里？不要动啊！我靠！马上反应哎、欸！他们失去目标啊，也到了。呜，送啦！视线很差，视线很差，怎么感觉跟疯狂麦斯一样啊？行不行？不行，我先躲到。一样，我沙尘暴，怎么玩什么游戏都有沙尘暴，可恶呢！这样我没有安全感啊！躲在这，沙尘暴会多久？但他们视线应该也很差才对。如果沙尘暴，靠，这会摔死哦！会摔死哦，这不是开玩笑哦！我在想，我要把这个据点占领，还是整个绕过它？哦、oh! ，What's this? What's this? 啊，这个不能用气球，对不起。Extraction failed. 是啊，看到看到。我换枪，我换枪。欸、好多只，等一下我后悔了，我后悔了，太多只了，等一下怎么卡在这里？啊，太多只了 ！Snake, talk to me, Snake, Snake！ 看我刚刚过去了，好像是直接从这边，这边绕，可有点危险。靠，有点危险，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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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好像是从这里绕过去，这啊，我知道，这可以按 Y， 这可以爬，然后匍匐过去。不动啊！中中中中中中靠，不是中了吗？他刚不是有一个头往下低吗？好，睡着，睡着，可以，可以，可以。靠，又有沙尘。不要，拜托不要，拜托不要看到我！我要沙尘暴了，拜托不要看到我！
sandstorms come in. Sandstorms effectively make you blind. 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见。Use the situation to your advantage. 屁的，他唬烂我，刚刚明冲过去，他就看得见。真的，沙尘暴没有声音的。包结束，不拿不拿。其实他应该不会发现。哦，这边超多只。该有的，后面有记得很多的，他随机的，好像不一定。在潜行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太敢讲话。过了吗？过了吗？好，过了。好，这段就过了嘛，哦。看一下，过了，过了，各位。好，那过了，再过。然后这次的怪比较少，对不对啊 ？Extraction arrived at Mother Base. Development project has been. 哎，我待会如果失败，会再拿一个重生点出来啊？不知道。走这里比较好，这个地方好像才过一点点而已，还没开始打，应该是要从这边爬会比较好，我觉得。这边就可以爬过去，然后这应该是他们的背面，我的观察啦。靠，不是，四面都在看。先定位我。A lot of them came from Central Asia before, but lately they've been using more and more Russians. Simple, really. There's less hesitation to pull the trigger if they're not fighting. 我觉得快速把他们爆头应该可以那个。But it gets results. That's humanity for you. 等他转过去，要等他转过去，大概等他转过去，他们聊一天就会转过去，这样就不会被看到。靠，不是还有？
三只还是四只啊？不行，这边视野最好。你聊太久了吧？工作可以不要摸鱼啊，你们。我要翻过去。Нет смысла об этом думать. Ладно, пока. Увидимся. Кау, 没错。刷塞！不要头，不要晃啦！吓死我！我都不敢呼吸了。这是死了对不对？你死了。我们叫个空投，我们叫个空投，补给要不够。Please, supplies requested. Subject on board.Leave the rest to us. Battle 会马上睡着啊！我不知道打身体好不好哎。Supply drop complete. 对，身体不会马上晕，应该是打头会比较好。好了，这个小据点被我们拿下来了。嗯，那、啊、我 supply， 我、哦、来了呢。Supply 来了，哦，还有一千公，还有一千公尺，有够远，靠嘞，有够远，还有两个据点要把它收掉。我看起来好像没有卡车哎、欸，好累哦。看到这样我都觉得累了。对啊，昨天 BB 有说，如果我穿防弹衣的话会没有戏啊。我们最近要请小老师来教我。靠，好远啊！史上最远。我都在考虑要把马二叫出来，不错啊，打打据点，我觉得拿材料蛮好的，练练功嘛。好，还有一段，真的好远啊！不愧是开放性的游戏啊。他这个是没有疲劳值的、哦，靠靠背。吓死我！然后通讯兵的样子，马拉松被看到，被、欸、发现，割一个慢跑被发现，但刚刚那两个只有一个人发现，另外一个其实没有发现，他很疑惑。每一发导弹。就不能惊动他们就对了。Extraction arrived at mother base. Development project has been added. 我们升级嘞，可以研发东西了。直升机看不看得到我？
升机我看一下，直升机应该不会照来这里吧？我可以把直升机打下来了。那个哨所，爬进去了，它就不降落，我怎么把它？它好像只会照那里。三只啦！啊！然后把两个回收，一个拷问嘛，他们说会有资讯，对不对？三个，差点被第三个吓死，你知道？最后一个再来那个拷打他。He's coming too. Roger that. 希望有资讯。我不会告诉你的烂人，我再问一下就告诉我。到底有没有讲啊？Spit it out. 哦，迫击炮。可是我要把直升机打下来啊！可是打下来，不是全世界都知道我了。Spit it out. 好吧。回收。迫击炮，他是说迫击炮可以那个吗？看一下，可是迫击炮这样的话，就全基地就出来打我了，是吗？只照在这里，看一下。Subject on board, leave the rest to us. 我先走过去看看好了，还是尽量不要惊动他。我气球好像还没升级，我现在可不可以升级气球？我现在躲在里面看能升级气球，看我气球能不能升级。研发搭档装备吗？ Please specify a project. 不对，搭档是那只马。Please specify a project. 气球，气球是哪一个？这个吗？气球要在哪里研发、啊？工具吗？啊，这里，啊，这里，哦，可以耶，可以回收哦，太好了。Please select a drop point. 我们把它空投到这个点啊，迫击炮。那我们直接把迫击炮回收了哦。3DM， 我们在 3DM 找的。3DN 汉化在 3DN， 但目前看起来汉化还 OK， 只是我没有很认真看剧情，所以汉化的好不好
还要大家帮忙看一下，要懂剧情的人帮忙看一下。我们先拿一下新的气球。我麻醉枪快不够用，我待会要叫一个麻醉的空投。可是我把迫击炮拿回去可以干嘛、啊？我再交一个弹药空投，但很怕打到一半没有弹药，真是很不爽。靠！我要打一打，好像我的剧院我的钱要不够用了。我再搜刮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这东西要被我搜刮完。应该没有东西可以拿。这个，哦，这里可以耶。可是这有棚子，对不对？哇，爽哦！待会他说回收到基地，我看得到什么东西，应该是可以得到钱吧。好啦，我们要往最主要的目标走咯。靠，就不会看到我吧？往上去，我很怕骑马然后被发现。Extraction arrived at the mother base.三个，四个，靠！我可以卖掉，不错哦，有点缺钱。我看到直升机在照哪里，免得大家被他照到，好像不是照那。可以直接绕过去，对不对？啊，不行，绕过去遇到直升机。靠，好重！两只还下来，嗯，啊，两只，啊，去巡逻了是不是？好，那我把它回收。这边应该不会，它应该不会被叫，应该不会被听到。我们看这有没有资讯。这感觉很孬哦。他只要问两次就会讲了，他不讲哎，可恶！蓝图这就有一个哦，这里有蓝图哦。哦，我把它别起来，这可以直接。所以这里有一个蓝图。有蓝图，没看到蓝图。You gotta extract him. 知道，可能在前面一点。慢慢摸进去。Extraction arrived at mother base.
有杀手。那两个是巡逻兵的，是走人的。靠！可是这样我怕待会沙尘暴一结束，我又马上被发现。到达目的地嘞！什么都看不到啊！靠！大家感觉这边很危险，哦，这边有人。啊，没错，对不起啦，竟然没中，我躲在后面，待沙尘暴结束，我现在都没看到，很危险啊！沙尘暴结束，等沙尘暴结束，我看那个，现在就在基地里面嘛，所以我一路靠还是很多只。也太多只了吧你们。啊，就在这里哦。I'm guessing the Soviets are making him take them to the honeybee. 靠。看一下这边好不好，感觉还会有人。我要怎么样把四个都解决掉吗？我在想这件事情。The portable toilet. 里面会有人吗？Watch the enemy doesn't decide to use it. 靠，是不是又在？ Save doors for hiding downed enemies in it. 哦，拿下资源。靠，三个啊！靠，三个啊！不要怪，不要怪，不要怪！好，没看到。射中他应该会睡着吧？等他睡着，等他睡着。到底有多少人？吓死！
蓝图。超多只耶。刺激哦！可是超多只，我怎么打、啊、？Extraction arrived at mother base. 叫起来，但是应该找不到我，应该找不到我。拜托不要，拜托不要，拜托不要！不能一只一只的那个哦，会有声响就对了。靠，还发布警报！感谢昆巴亚二等干爹，感谢兄弟。三只，我会叫空投啊！我不能叫空投，我不能叫补给啊！我出去叫补给，靠呗！我出去叫补给好，出去叫一下补给。啊！靠了声音啊，还是不行的、啊。打了这么久还是不行啊！该死！好难哦，这里太多吃的啦，主要。还是被发现了。好，我要躲起来了，太惨了！钻石，钻石，钻石，死前捡个钻石！靠，要打！啊，靠！我先回个血，我先回个血，太惨了，太惨了。啊，这没办法拿高评价了啦，还是被发现，我觉得差一点点。想说慢慢比较知道这游戏怎么玩，我把他叫起来。这可以，这里可以那个吗？好，这不能回收、哦。哪里有那个？快快快快！不要再打了哦！马上就去了。啊，我刚刚应该先出去拿效，可是后来被发现，我本来要出去拿空投拿消音的那个。有两只，我出去杀他。
全面对决哦，来，哥可是有弹药的。痛哦！我先回个血，我先回个血，回个血应该还好，应该还好。我觉得我现在枪比刚刚好，可以可以可以。靠，超多只，五只，总共有五只，感性。这样子我根本没办法把他用气球带出去，我现在要清这里就是为了要清气球啊，太惨了。没有没有没有，快杀完，只是有飙出来，没飙出来还很多次，你看。换个弹药，换个弹药。剩三只吧，有只落单。哎，我换了枪之后，现在好打很多哎。我不应该，我不应该说好打很多的，我错了，我错了，不要。不止啊，不止三只，我被骗了，不止三只啊，不止三只，You need to retrieve the new US military weapon known as the Honeybee. 太不爽，太不爽。There's a photo of the Honeybee on the hydroid. 这样我就知道路线，对不对？我要叫个消音器。跳过去吧，对不对？跳过来，然后往这里走。哦，应该是这里，应该是这里。吗？靠北，好像又不是。这边没有。对啊，两个脸盆啊！我走到这里，然后嘞，这边我可以走吗？是这里吗？看，我很怕下去又是回头路哎。
这里没有路啦，我要下去是不是？这边可以下去吗？是这边要下去吗？我停在这里等你们跟我讲，是这边下去吗？下去啊！哎，有钻石，有钻石，有钻石！我要捡到10颗钻石哎！我捡到10颗钻石哎，有没有成就啊？快受不了啊！快受不了这游戏啊！你们可能快受不了我了，对不对？你们是快受不了我了。Finally,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ey'd hide it there? You secured the target. Now you just need to bring it back. Call the chopper from your own. 人是被我们杀光。我靠！ You are not to use the honeybee. The order was to recover it with its ammunition. It's being headed. 我回去应该不会迷路吧？看一下我在哪里。这边可以有出去吗？欸，背着机枪走，不得不说有点帅啊！我现在只要逃离那个就可以了吧？我靠！现在怎样？进剧情哦。我一定要把我迷路都剪掉，让看 VOD 人都不知道我们有迷路哦。啊，终于可以关台了。但还要打哦。我靠，小萝莉又来了。大家看 VOD 觉得，哎，九妹怎么这关过得很顺利？我自己玩都没有，开始佩服我。我靠！这只手是怎么样？这是幻觉吗？是不是要写安诺？完了，我现在被抓住了。感谢像730327，感谢订阅，新干爹，感谢订阅。这只手是哪里来的？You look well rested, big boss. 是那个 XO Fox. My, my, how you've changed. You became a demon for such little weapons as that. Well, I'm sure you'll see the bigger picture eventually.有跟我说这组织叫什么？我有点忘了。If you get out of here alive, 、哇，他竟然叫 IP 耶 ！I'll see you in hell, boss.直接把他抓走。现在是怎样？钢弹吗？
髅，对不对？我看到那个光是骷髅。哇，变僵尸了。也太多只了吧？这不用打是不是？哇，它无限繁殖哎、欸！ It's a missed unit. The skulls. What's he doing to that soldier? Damn it, they're everywhere. 靠腰，可以骑马是不是？马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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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我的马儿！快快快快快！这边是不用，这边要不要打、啊？这边不打会怎么样啊？打了会有 S 哦。好，这次就拿 A 就好，我们拿 A 就可以了哈。现在躲掉我没办法。嗨，九妹，我是小番禺，对直播热心经营的态度让我感动。巴克还是想听你叫生前爹听听。什么东西？谢谢董内，谢谢董内十美金。你说叫什么听听？叫什么听听？感谢董内，感谢董内，有点感动啊！我迷路了整个晚上，你们竟然还董内啊！哇，但是。不离不弃就是你们这些人啊！等下这个乌云是在追我吗？好像过了对不对？过了吧？靠！而且三区集结营怎么都还是三区集结，我不是杀光了吗？哦，叫声干爹啊！感谢干爹，感谢干爹！干爹哪有什么问题啊？前面900公尺，靠北，我是不是走错方向啊？坑我，他在这里降落哦，降落，解散直升机，重叫一次啊！好，直接加一下。我才不要回去那个危险的地方哦。好，让马二来迎接直升机。可以直接迎接吗？是哦，可是迎接的话，他不在另外一边吗？原来如此。过关啦，各位兄弟，在我们一个高等的一个理解之中，钻石之旅终于是结束了啊！捡到好多颗钻石啊！其实我们目标是来采矿的，你知道吗？好啦，今天关台啦，明天有空继续开，谢谢大家，晚安啦，晚安啦，拜拜。还好啦，我觉得扣掉迷路，我大概知道这游戏怎么玩了啦，大概有点了解了。Extraction arrived at Mother Base. 晚安，晚安，晚安。Development project has been added. Mission complete. 哦，看一下评价，看一下评价。章鱼看到没有？哥的评价跟 B Boss 是一样的。章鱼啊，章鱼是杀很多人吗？章鱼好像比小鸡厉害吧？章鱼比小鸡厉害吧？晚安，晚安，晚安，晚安。
还有剧情，我把录影录完。小，很多人叫小白啊。They attacked the Soviets too. And that Grim Reaper lookalike in charge of them, that giant thing that carried him off. What the hell are they? Cipher. Cipher. What do they want? Cipher. What's their objective? Why Afghanistan? 所以还不知道 Cipher 要什么，他就是要解释 Cipher 要什么。章鱼是捡很多钻石啊，哦，是吗？我也不知道。There's one more thing troubling me. 啊，这物资都有拿到。Exactly. Whole squads of hardened Mujahideen killed without a fight, and no trace of BC weaponry. What does it all mean? That's what we're here to find out. Yeah, right.If we really need to know, the truth will reveal itself, even if it's ugly. 虽然说这个主线剧情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不过就这样吧。Hello. I'm creating a new intel team to support you in our areas of operation. 要不要让我关台啦？ This team will head out into the field and conduct reconnaissance.Knowing the strength of an enemy force beforehand will help you carry out missions more smoothly. We may also learn something about the Skull-Faced Man. So, boss, that brings me to assigning staff to the intel team. There might be guys already assigned to other teams who are more suited to the intel team. So, our base is getting stronger. Oh, I got an ambassador. They're all ambassadors.导弹鬼不卫生，好几个 B 的好像不错。OK 啊，我明天遇到辉，我问你一下，我有点印象，好像有点印象，我明天问一下辉好了。Side ops list updated. Boss, we've had some new job offers come in. Updated. I've selected the ones I'd like you to handle. 好了，各位，关台了，关台了。明天聊，明天聊。The more missions you complete, 关台啦，拜拜拜。